休息一下，我们接下来有一个短剧演出。Ready？ 麦克风。请我们美丽的主持人，我们的慧姐。都可以啊，两只都要用到啊。好，我把一格弄掉。刚开始。来，王慧姐，请您出台吧。请出现。是里面。等一下哈，我的音响要弄出来，你就要开始讲那短剧开始了。你就开始要讲了、啊。哦，你怎么意思？他进来的啦。我来来跟我。讲了。来了。是非王王莫言也是才。会变成千里眼啦、啊，但是在他美丽的外表之下，却让我们大家跌破眼，是什么事情呢？请看，哇！灯光出来。哇！这一幕啊！来，我们同伴他进来了，到底来了，进来，来跳舞嘞，来，没骗机进级了，先来别动了。灯光出来，灯光出来。老小姐，我跟你讲哈，我是哦检察官哦，你的口中哦，敢想真侪钱，还是偌侪钱啊？我两只啦，小小的三亿啦。三亿，我这都会笨死，哎呦，搞好大肥羊上钩了。我跟你讲哈，你这钱吼，哎呀，细粒的吼，赶紧给伊领出来，后尾到时阵吼，去哦阿边啊，洗钱来洗到倒搭去啊，你就害啊，真正无法度啊。我跟你讲吼，我跟你吼用三点伫阿边银行门前安尼迄个记名，三点哦，费时间就袂使哦。我跟你讲，我穿什么衫，我穿花落落就对了啦，吼，买袂记得哦，吼 ，OK， 好个嗨。人生海海，咱拢上了拢了解。
心菜。有人讲好，一定有人讲歹。哪歹想遐多，咱生活较自在。你敢有只狗仔？旁白，我好久没有业绩了，今天出来看看，能不能有重大突破，给我找到好业绩能够进。前面的两个人卿卿我我的，这么亲热，这男的小姐要干什么？我看搞不好我会有重大发现。喂，你们两位在干什么？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检察官啊！你看到没？哎，我看一下。敢这话我看不清吗？哪有检察官这么漂亮，这么年轻的？哎呀，这么诈骗集团了？不是啦，我检察官不要。真的吗？怎么可以？哦，这样子啊。那你身份证可以拿出来给我看一下吗？没有啦，这个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是检察官啊，所以你哦，这个拿给我检察官啊，你就给我啦，加安全啦。你是什么诈骗集团啊？大姐，大姐，给你，大姐。喂，快点哦！你要穿那哦，夹起来没呢？真的。我那个准钱板都歪起啊啦，啊，规身骨拢酸疼啦。我还打一个免费邮箱酸疼，还敲一个免费电话哦。哎，各位，以上就是我们防诈骗集团电话，等会专线。有碰到下面集团，请打165专线啊，各位165。哎，要成为我这个诈骗的一员之一哈，跟我一样诈骗的，不要忘了哈，打这个1999诈骗的电话，找我扣扣的专线就对了。还没上，这边还有，对呀，妈妈，救我啦，妈妈救我啦！你快，妈妈，救我啦！预知详情，请下回分解。谢谢，我们来谢幕。歌唱节目继续开始啊！翻唱开始啊！